嘿嘿，健康步道，本来就好啦。对，本来真的是，本来真的是张立东要来的，但是他们知道要promote这个之后，说他没空，但我明明上一场才看到他。张立东去接哦，是不跟他播了？对嘛，他死都不肯接这个通告，过分哦。OK， 那咱们带来这个改编的叫《踩不到的踩不到的健康步道》。哎呦，哎你蛋，哇哦，哦哦，我也听戏啦只会插到那个里面去，对，会插。哎，那个天啊，那都不在文创。天啊，哦，你干嘛？你洗娃娃大便子？你们真的太伟大了，各位，这个健康步道有多痛？你知道？真的。如果你们说，哎，我们在演这个戏，而且他们台上这个跳有多痛？我个人建议啦，是，就是说有没有被采纳，我们没有关系，大家的意见嘛，好吧？我们请谢老师脱个鞋。边唱边过来跟我握了手就可以接受，预备，可以休息一下，有休息区，有休息区。老师开唱，开唱啊，预备，唱。天空啊，又爱落水了，爱情总系流言中，泪泪嘻嘻，纷纷又苦苦。天空啊。
我这种有三高的人哦，你知道是裤子已经湿掉了，这么快，穿太辛苦了，尿。其实我真的就干了，表演啊，因为看到儿子这样子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儿子，我不知道今天通告有发饼干啊，因为我们刚好上个月我们音乐剧啊，舞台剧，我们演那个郎祖筠综合剧的，演我的儿子，真的，我们还有合唱一小段，对，把《月夜愁》唱成客家话，爸爸妈妈对小孩子的那牵挂是一辈子，哦，我们来一小段，鞠掉，可以，哦，真来，鞠掉吗？哎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《月夜愁》，好，来，在上面唱，我们到休息区好不好？夜空娃娃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深夜迷离，这个脚会痛死。江春不停，就算岁月带你慢慢老去，我还是会继续仰望着你，流水无尽，我还是会紧紧抱着你。走位，走位。谁也敢搏一拼。天从挂肚一声音，天从挂肚一声音，天从挂肚一声音，天从挂肚一声音。掌声！好听哎，好好听哦！偶发的想法，老师 Q 上来，没想到多了一段精彩的表演，真的哦，值得。但那画面还是差一点，刚有他们才好棒。喂。老师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老师。哎，跟我三高，还有裤子都湿了。三高一小心踩到这个水长了。对。哎，如音是哪一位？哎，我如音，如音，是DT52的，对。没错。毕业的学员哦，这个真的很痛。哎，这个真的很痛，而且在上面跳，你会完全忘记怎么跳。对。哦，真的。对。你要走台步要面带笑容。一点都没有。真的，因为这个太痛，会痛到脑神经。真的令人感动啊，对不对？还有菲菲，哎，对，因为上一次来，我第一次来大热门，然后跳舞跌倒，用生命演出，对，然后这次生命演出，他用脸去刹车，这次又这么困难，怎么会？对啊，对，但是因为我们身为啦啦队，所以呢，不管我们面对什么困难，我们还是要保持微笑，真是不容易。还有师妹，有没有师妹？哇！我一开始经纪人跟我说有这个通告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哈，要在这上面跳舞，我就觉得我以为是那个。愚人节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愚人节节目，愚人节会发的收入，对，我还特意上，我还特意去公园，想说去踩踩看，练习一下，试跳一下。我怕到时候我承受不住，会不会痛？对。但是大家看到这个饼干的这个脸上，老青蛙，它是从青蛙这里流出来，厉害呢，汗都在滴，你看看，身体真的，天气那么冷，它在滴汗。恭喜饼干完成他史上最伟大的一次，因为这一次的造价不菲，对对不对？我们一般都用在一些大牌的艺人，是也不是这样讲啦。一次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刚有没有看到二十几个人在帮你排这个？制作人都下来了，对对对，对呀。所以我才说你何德何能，是吧？有当做你生命当中的最高峰。哦，这么快就停这样，你今天之后就要走下坡，我也不要了，要习惯，要习惯，很精彩，再次谢谢饼干，谢谢。